这次的疾病蔓延的比现在任何疾病都迅速。愤怒的群众在城市里徘徊，四处动武。政府准备面对晚上更多的暴动。熊熊燃烧，人们拳脚相向，彻头彻尾。太可怕了！政府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隔离美国中西部的南方区域。承诺、诚信、正直。 喂，舅，你还好吗 ？Brett， 是你吗？厅长，你得赶快逃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时间解释了，你得离开那里，马上逃！好吧，我拿下我的。
那是什么鬼东西？ 现在一心追杀镇上仅存的两名 Stars 队员，你和我，我可不打算留在这儿。看看你周围，我们等越久，状况就越糟。 停车场天台，收到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太后，不要再靠近了。嘿，别这样，有架直升机等着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什么安全的地方？我不会离开这里的。
停车场离这儿并不远，我能带你过去。我已经安排的地方就是这里。 轮到我了，混蛋！ 别慌张，你安全了。你是谁？你在干嘛？我叫卡尔斯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来吧，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我想我们安全了。希望如此。幸存者都被带到这儿来。这儿又是哪里？ 我的队友把几个地铁车厢改成避难所了，安全了。我没事。个人空间，好的，我懂了。走吧。哦，搞什么鬼？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关的？抱歉，我们得绕路了。嘿，你对那个怪物了解多少？我了解，我从没见过那东西。 但他不是丧尸，他知道目标是谁，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不喜欢这样的男人吗？多谢关心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哼，嘿，我保证我们都是好人。我隶属保护伞公司生化对策部队，简称 UBCS。 在跟我开玩笑？你他妈的在跟我开玩笑？你们就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人！喂喂喂喂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不用相信我，但我要去避难所了。
一起来吗？来吧，走这边。 这位美女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卡洛斯，你竟然没有想过要问这位美女叫什么名字吗？她可是浣熊市警察局特别战术与搜救小队的一名精英队员，她的名字是什么？Valentine。我叫 Jill。很高兴认识你，Jill。 我是 UBCS 的排长 Nikhil Victor， 我们是被派来这里搜救市民的。哼，那现在情况如何？这座城市跟外界完全失联，被隔离了。这里的十数万的市民都会变成尸体吧？啊，不对，是会变成丧尸吧？我的牌已经受太大的打击了。 让他们活下来，就让我伤透脑筋。为此，你可以感谢贵公司的高层。这个嘛，我们已经在尽全力了。如果我们能够让这辆列车开始运作，就能救走一些幸存者。但我们需要帮忙，只靠我的队员完成不了。 我加入，但我是在帮他们，不是你们。嘿，没问题，目的是一样的。谢谢你，基友。好了，超级警察，这给您，我们可以用这个保持联系。我知道怎么用对讲机。好吧，重要的是先做，你得好好装备自己。到街道那一层，你会找到补给品。 好。停，又是我，你到上面了吗？在路上了。你的计划是什么？ 家伙叫我来这里清理轨道，你不介意帮忙让地铁恢复运作吧？我又该怎么做呢？首先要恢复供电。你到主要道路后，我会引导你到变电所。收到，我们速战速决吧。